大家注意听，给答案。
为什么？因为那些学生都去当兵了。因为那些学生都去当兵了。对吧？因为那些学生都在混。还有没有？学业都在混。什么都被遮下了。公民。光明啊，学生都在混啊，那个光明就被遮蔽了。好，请问这位同学，真的这个答案可以吗？啊，你可以就扣八分，好像是德文。各组准备举牌哈。好，你觉得这个答案通过的，请举牌来。没有开花，只开一朵，不及格。啊，有没有更好的答案？有更好的答案？为什么？这句话在讲，请坐。这句话到底在讲什么意思？青年们的学，青年们本来应该是在这个时候应该是认真努力求学的，为什么没办法求学？为什么学业蒙上一层泥土？这层泥土到底是哪里来的泥土？就是北京的那个沙尘暴吗？不管是哪边来的泥土，把青年们应该努力上进，这个时候却无法上进了，蒙上一层。哪一组？哇，这一组说战争，什么战争？老师跟学生的战争，不是啊？日本跟。这是第几次世界大战？第二次世界大战，日本跟很多国家宣战，对不对？应该上学，大家都逃亡或者被征调去做什么？学徒兵，他没有被征调去当学徒兵的，在学校里都要干嘛？要帮忙做工，扩建工事啊，对不对？这个答案答得如何？还不错，我实在很会答，对不对？是我答还是你们答的？好，你们答的，好，很好，那可以吗？这一组，那这一组答案比较好，就是这一组是吧？好，那就别让提问。好，一朵花，一朵花，好，谢谢，这很好啊，他们应该都要。书嘛，可是现在已经战争了，有人被调去当兵了，没有被调去当兵了，在学校也不能好好读书，要去挖斩兵坑，挖什么挖壕沟，挖野战厕所，挖什么一大堆，好，再来第二组，我们听第二组发问，继续听啊。我站在这边要我听得到。为什么作者后来打？为什么作者后来怎样？装成傻子。好，请坐。他问的是这里什么？作者到底是什么身份？作者是校长还是老师还是军官？老师。这个我是谁？数学老师嘛，上一段有讲，就是一个数学教育。那他现在为什么装成傻子？学生应该要读书啊，可是老师的责任就在让学生读书，可是现在学生无法读书，老师不是要去争取吗？要去跟校长说，你怎么可以叫学生去挖伞兵坑呢？应该让学生来读书才对啊。那这个老师现在为什么装傻？还是他本来就傻？来，哪一组要攻的？没有的话，我要攻了，我攻你们全部都扣八分了，全部去跑操场了。等一下，失分太严重了，你们会很惨，绝对会很惨。啊！这组受到威胁，为什么这个老师装成傻子？因为那个黑天，这个
较强一些。来，再讲一次。哦，他那个，他知道你没办法改变什么，因为哇，现在有战争。他知道他也无法改变什么，整个情势就是这样，老师现在是无能为力啊。哦，所以只好选择装傻，还是去跟校长抗争。好，注意一下。妈妈，你会选择装傻，还是选择去找校长？选择找校长的举手。还好这么傻的，他选择装傻的举手。好，好，谢谢。好，这组可以把这张给我吗？可以，好。再。三组，注意听，对他们就是那个实践嘛，想要把那一块石头，那个水，那一块水泥块推开。为了林建文想要把那块水泥块推开，来，要打举手，来这一组，你不是举手吗？好，讲，为什么要把它推开？他怎么知道底下有名额啊？他是有看知道，还是存在想搬开？应该是有看到一点点，所以他想把它搬开嘛。好，不错，可以吗？可以这样，好，谢谢。再给一朵吗？两朵，待会给一朵。好，换第四组了，很快就到第四段，来。第四组，听不到，听不到，听他们讲。我刚才讲得很好，大声点就好了。在日本军阀也比较了解我们的基金是什么。好，请坐，这个是申论题了。在日本军阀也比较了台湾人民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心情？好，这一组来，什么样的心情？大家听听。好，不错。在这个打压下，依旧不灭斗志，还是意气消沉呢？他是讲不灭斗志，你觉得是斗志还是没有消灭，还是意气消沉？他说。斗志不灭，可以吗？可以的。赞成吗？有没有其他答案？好，不是只有装傻的心情了，其实还有斗志在，对吧？好，很好。也是给一朵压不平的玫瑰吗？好，很好，大家都鼓得很好。来，第五段，记住。请坐。这出戏演到这边就开始出现了偶像剧的爱情故事，也出现了。他为什么要把玫瑰花寄回家？请举手来。刚才打过了，不要再打，其他没打过的。好。没有人打就变老师来指定，被我指定的赏罚都在加倍嘛，加倍奉还。为什么他要把玫瑰花寄回家？举手，好了。好，请坐。他想要鼓励他姐姐也要有斗志，像那颗玫瑰花这样。他姐姐还没出现。没有，这个是我们看完整篇以后来回答的啦，哦，所以说请你们要把整篇看完。他想把七回家是因为他鼓励他姐姐像玫瑰花要有斗志，对吗？你说呢？还是还有补充？你觉得你如果觉得心愿还没有满足，你可以讲，我可以再找人帮你们。讲了，让你更安心一点。
可以吗？这个金奖还有呢，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哈，你觉得还有一个吗？哈，所以你心念未了，那我老师再来帮助你，此处凝目嘛哈，我让你提个烂。还有一点还可以再补充的，这个已经可以给一朵了，再讲了嘛，好。好，还缺了，还有一点小，这一朵还有点小小的遗憾，还有一个地方没有达到。为什么要寄这一颗玫瑰要给他的姐姐？啊，你讲。啊？因为这一颗玫瑰花已经被压过了，所以寄给他姐姐。来来来，你讲一讲。太讨厌了，太讨厌了。就是比较主，就是他给我在这个家族那个地方，就是一样，就是其他地方，是的，就是价值不同的。对呀，所以为什么要寄给他姐姐？希望让他姐姐可以看看这朵玫瑰花。为什么要让他看看？为什么要让他看看这朵？让他从这颗玫瑰花看到他的精神在。我要让他从他的这朵玫瑰花的精神。看，让他看到这朵玫瑰花的精神。这样明白什么吗？这么容易妥协啊？可是我还不满足，我觉得还有点遗憾。这两个讲的差不多都是鼓励他坚强，怎么这样嘛？就他有讲到一个哦。他，我再提示，他为什么不寄给他哥哥、弟弟、妹妹？他爱我。为什么？那你要大声讲一下。哥他们家有六个，然后有一个，他们已经分六个人，然后有一些人失去他，有些人去哪？然后他们家也就他一个人。很孤单。好，请坐下。他们家有六个，但是有的去大陆，有的到南方，有的到哪里去，家里只剩他姐姐，所以他觉得他姐姐很孤单，把这颗玫瑰寄给他做伴，有没有？啊？因为有的在大陆，大陆那时候快递没有到大陆去，只有寄到台湾。好，很好。这一点有吗？对啊，这是我们的猜测。我们现在看作者讲的，看他说是的，姐姐太可怜了，一家六个人就分了六个家，哥哥姐姐大大大大妈不会在这里，家里只剩姐姐一个人。哦，所以你看，好心酸哦。哦，这样我的心愿已了，这样这个答案已经很完整，我可以走了，这样好，再见，下课。拜拜。好，感谢你们。是把它送到最完整。好，谢谢。再来第六组，你在问的问题是第二问题了。这朵玫瑰花的身世是什么？好，请坐。告诉他这颗玫瑰花的身世。这个老师要帮他带回去吗？他意思说，他回去要跟他讲这颗玫瑰花是怎么来的。来，谁来帮他讲？那个姐姐说：“哇，你一个老头子怎么送我一朵玫瑰花？”不，你误会了，这朵玫瑰花是什么？来，回答。要怎么跟他讲？这一颗玫瑰花象征台湾人的精神，但是哪里来的？他被压迫了，讲清楚，被什么压迫？被日本人。那是象征啦，但是事实他是被水泥块，石块还是砖块还是水泥块？这个考试会考。对，是水泥块吗？我忘记了。水泥块。啊，就是代表一种压力，这样。啊，这是你弟弟有一天在挖公司的时候，发现一朵玫瑰在下面，把它搬开，觉得这一颗可以陪你作伴，然后又可以鼓励你不屈服的精神，这样跟他讲。好，很好，很好，谢谢。
这样避免他姐姐误会嘛。哦，因为后面有讲到这个，我看第七段，啊，第七组问什么？想到可是没有答案，这种问题最好了，赶快问来。那些答案交给他们，你负责问就好。为什么他能挖出来那个玫瑰花，他会觉得后悔？谁后悔？他应该是后悔，我把他带过去。是那个老师后悔说要帮他带过去的。好，好，坐下。这个老师本来答应帮林俊文带玫瑰花去给他姐姐，后来那个老师本来答应要帮他做这个事，后来一答应以后就后悔了。那老师为什么后悔要帮他带玫瑰花？让给还没讲过的组来讲吧，这些组都没讲过来，你们当预备队好啦。为什么老师本来要帮他带，后来后悔？他怕他姐姐是那个有点太那个感觉。他看到就是我开始。好，就这样。他发姐姐是很多愁善感，然后看到那个就开始一把鼻涕一把泪的，这样完整了吗？好，再补充。尴尬。对。对，尤其又是一个老头子，拿一个没关系的，然后他旁边人看到的话，他觉得哎，这两个到底在干嘛？哦，是不是有点尴尬？哦，所以，对啊，你不晓得怎么安慰他，是不是？哦，所以老师讲完之后就自己有点后悔。好，很好很好，来。一个传球，一个踢进去，刚好和两球合作。好，所以你们以后千万不要叫校长帮你们送花送什么，我是不会接受的，好不好？啊，再来第八段，上去了，然后呢？问什么？再指定这一组回答。